巡逻小组需要前往管控区内最偏远的地方，查询是否有越界足迹。在零下36摄氏度的低温中前行，哪怕一丁点的温度都会被冰霜淹没。没多一会儿，战士们的护具上就结上了冰碴，脸被江风吹得通红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每天都要巡逻将近4个小时。